快进来。楚晨，你看我把谁给带过来了？老黎。哎，老黎，你快出来。哎，看看这是谁？哎，好好看看。叔叔好，好好好。老糊涂了，这就是啊，这是初晨小时候的同学李洛书，啊，啊，叔，我李洛书。那个，这样吧，爸，我跟初晨帮你做饭，然后你们俩聊一会儿。啊，对，好久没见了哈。对呀，多少年不来家里，咱娘俩啊好好聊聊啊。来来来，多做几个菜。坐坐坐坐坐。